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次的话来玩这款游戏《奇门之上》。我们跳过剧情吧，风格都是动漫画风的，做的是相当不错的啊。其实打挺久的。黄金宝箱是你的奖励，开启宝箱，进入紫色传送阵就能回到外界。那这些东西不用拿吗？战斗时会自动触发强力效果，去战斗吧，感受一下新的力量。感受一下新的力量，我只求怪好打一点啊。boss 吗？来吧。创造出我，难道希望你能让我高潮？OK。那么我成全你们。哎呀，你在讲剧情，我先把箱子清一清好了。我来裁决你们，用我的周围的鬼火来了。硬贴着它打就行了，这就是新手教学的威猛，对不对？我现在新手期哎，没想到学院外围的小镇，主线，哦，有动漫可以看呢。怎么了？你们看，那是怎么回事？好了，我跳过好了。邪魔外道。过关，来看一下邮件。我拿到时装哎，背包，神机百力。灵气分为八种，对应八卦属性。首先，我们来合成火系灵气。合成了一个装备了。装备相互配合的灵气，能获得更强的力。不知不觉，你变得更强了。继续去战斗吧。在单个剧情章节内战斗，继续之前的战斗吧。好，雷挂。现在我有没有变强一点？没怪了，就这些吗？有点少哎。啊，到这边来。
横跳雷球。我看到了，横跳雷球有了。月食后，魔气包围了青城镇，送我去。是自以为是的异能者吗？我最看不惯你们这些人，永远站在云端那么冷漠。boss 吗？凭什么活得好好的？凭什么？解决了，净化它。其实我是觉得哦，游戏本质是做的不错了，但是我还是觉得它的关卡的节奏有点太慢了。这怪物的血量有点偏多。祝福可以为你提供新的力量。好，哎，中了20抽哎。哇，紫色神魂，好强大！神明魂魄之力，别抽了、啊！别怕，我来守护你。啊，怎么那么多？哎，左下方有自选的。永远不要分开。哦，不好抽哎、欸。中蕴藏同名神，刚才获得，快拖动神魂到回阵中，我来激活他的力量吧。刚刚的神魂就是这三只啦。还可以再放吗？还可以再放。别怕，我来守护你。好啦，放这三位神魂好了，希望能给我能有一个惊艳的结果。啊，风挂，技能只有三招是有点太少了啊、哦，是不是？月食后，各地都出现了神秘的位面裂隙，开启它将会触发随机事件。嗯，那装备的那几位人偶没有出来呢？这怪真的，地图奇怪，似乎有什么加剧了暗虚的暴动。
我感觉没什么变呢。那我装的那些的意义是在哪里啊？要在这里听什么？我们都快睡着了，我的嘞！我怎能躲在这里？来看一下，这是灵气哦，这应该强化一下吧。这是未唤醒的角色。好，那刚刚的魔方，所以会有金色的吗？但我刚刚没有抽到，几率有点感人了。那有赛季活动，其实像这种动漫粉丝向的哦，像这部的话，这台湾人气度也不是很高啦，那大概要追一下才会有感情哦。神机百炼，好，这是前面新手教学有教的。商城，还有月卡跟礼包哎。神魂，这神我刚刚装下去啊，也没什么感觉。元君之心，福泽天地。还是因为还在跑新手的关系。那反正战斗画面大概是这样啊。那我要讲的话，大概就是敌人的强度啊，敌人不强啊，血量太厚。打出来有点闷哦，然后再加上招式有点过少，因为一开始会有点惊奇啊，因为是动漫画风的，但是视角不能拉近别人，也不能拉远。我随时都是最佳状态。这个到后面应该有开启自动战斗吧，不然应该会有点无聊。好啦，反正整体算是一款很不错的游戏哦，大家拜拜。